嗨，各位，那我刚刚不信邪哦，我刚刚非常不信邪，因为怎么讲？刚是我文件档是啊，先不管文件档，我们刚选项是630嘛，那我给他调，反正我就打10倍，然后他现在写1230，那刚630战场是200打200，我不知道1230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多少干一次200打200，那就是会锁就对了，好吧？那我也无言。那我们现在要打的是说，我觉得还是要个远距离，他也不错了。我们基本上想，我记得有个长矛手啦，长矛手好像是罗多克，我当然知道很强，但是我会故意给他，我们一样是在那个海马城堡，我们打防御的，那我们给他们罗多克就好了。等一下你要罗多克打罗多克也可以，可是先给他们这样射爆他们，然后，好像是萨兰德苏丹吧，有一个国家毛很多的，到底是哪一个？好像是他吧。我们就骂来互射啊，干，200打200嘛，然后开始。刚我有开效能监控啊，真的很怕暴击。来吧，罗多克很强哦，200，200，确定开始。靠！哎呦！干！他们的工程车没在推啊。对啊，不打算打过来 是？还没推，他们工程车还没动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那个盾牌到底是。也还好，中了几支箭，1234567890，10支。妈的！妈，投一个斧头，这样随便丢应该都会丢得到的。没有，看，有了，对，给对方50点伤害，看，这真的是随便丢随便都有，给对方46点伤害，都爆到头了。哦，有，是工程车来的。哦，对，这就是长矛手。我看他们的那个长矛真的是哦，超猛的。他们不是我们这个国家？我记得有神射手啊，难道不是你们国家吗？哦，有游击手、弓箭手，干都给那么烂的、哦，是吧、啊？有那种穿的很像是那个练甲的，然后他是神射手还是大师？我个人觉得哦，我们哦一定等一下罗多克打罗多克，我是觉得哦，我们在楼下比较好，对，在楼下比较好，因为你在楼下的话，怎么讲？你在楼下的话，为什么好玩？因为那个箭，你可以看得到，比较看得到箭雨。那城堡好像就是这个啦，我没有载别的城堡，就这个城堡而已。这个城堡自定义比较快。那我之前重灌嘛，我的记录都没人干，他这个没有那个 Steam Cloud 的。等他们打上来看看，我觉得那个城躲是最刺激的。Hold your position。很难哦，你如果要这样拍照，你也怎么拍？哦，可以。200，200的。OK， 你那个好像 U 吧，还 I，KJ， 反正就是有个按键可以看那个。我在丢东西哦，靠背，干！啊，那个按键我不知道是哪个 F4。不能动了。还好。等下我去看一下这个为什么突然不能动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好像他们的工程车怎么这么慢啊？妈的，我要去制高点，他们推上来我要看一下，因为他们的那个罗多克拿的好像是塔盾。
我看一下你们塔盾怎么推，视野极佳。其实应该是要去对面的城躲，视野才是极佳。快快要推上来了。现在 FPS 跟各位报告一下是，反正就是游走三十级到四十级。哇，这边好多只哦。他们怎么走上去的？这个跳下去没踩好，一样会滑下去的。我怕没站稳，干的推超慢的。干这推超慢的。哦，这里还有个城躲哦，没办法，他就只有给我海马城而已，没有给我别的城堡了。这样看来，他们好像我还剩很多只啊。这样看的话，还蛮多的，死了差不多了。我讲真的，我们等他们桥放下来好了。而且等桥放下来，他们还要走一段路。等桥放下来，我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剩多少人。这边我看不太清楚，感觉他们所剩不多了。不多，我觉得他们剩三四十几只而已，就说他们战败了嘛。简单讲就战败了、啊，这更不用看了嘛。啊 ，GG 了啦，不用看了啦，他们 GG 了啦，是。我什么时候杀死一个人？我觉得他们GG了。